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知道为什么要录我吗？因为等一下我要下场了。我们终于可以录到力宝赛道的出租车卡丁车教学解说了。哇，好长哦，而且今天是大赛道哦，大赛道哦。等一下看我好好表演讲解一下好吗？ OK， 让我好好展现一下 ，OK， 好。刚刚简师说啊，如果我下去没最快怎么办？我等一下下去，如果没最快，我从此退出江湖，我从此退出江湖，频道更新就到现在，好吗 ？OK， 就再也不更新了 ，OK， 好，好吗 ？OK， 我等一下下去如果没有最快，我就收起来，我就回家了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好，那看频道会不会收起来，就看今天啊 ，OK， 我等一下努力跑啊，哈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拭目以待啊！啊，老师，我要超越你，等着。希望等一下老师超过我之后，我可以跟住老师看一下他的路线怎么做。希望他不要跑太快。你和老师想拿第一，再练练吧。老师，谢谢你。好，哎呦，真的就是要这样。你看，有礼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。有没有？本来就有讲好，如果没有第一名，我们频道就停止更新。我们说到做到，因为我跑第五名 ，OK， 所以我们频道从现在开始就不更新，我们就不做频道了，我们就专心做教学 ，OK， 专心办赛车营。所以下次的赛车营在哪里？在西湖，两个礼拜后，3月28号，西湖赛车场。等你们来哦 ，OK， 好吗？而且我真的把我的学生教得很棒。我刚刚跑第五名，前面都是我的学生。你看，我教到我连学生都跑不赢。你看我老师的价值是不是非常大？对吧？一个老师如果把学生教到没办法跑赢他，这个老师也没多会教。但是你看，我是不是教到我的学生都跑赢我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这就是我的目的，知道意思吗？这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价值，知道吗？哦，我从现在开始退休，我也开始就是转做教练，然后专心办赛车营，然后频道不更新了啊，以后比赛不参加了。OK， 那就这样啊，想看我就来赛车营，好吗？西湖哦，等你西湖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办在高雄啊。高雄完了以后，因为有车友说要不要去花莲，我们在考虑啦，因为反正我都不更新频道了嘛。对不对？应该是可以啦。OK， 应该是蛮闲的。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喽。西湖见，3月28，拜拜。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我们今天终于要来介绍力宝的出租车卡丁车全场教学啦，拭目以待啊，好吗？只不过因为我开很烂的，你可以不要学，你也可以不要看。好吗？因为我真的开得蛮烂，是吧？因为我也只有这个影像而已，然后开得又这么烂，你们刚才也看到了，就开到第五名。
描述也很丑 ，OK， 那你们就自行参考啊，好、哦，但是我是觉得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，你们可以连看都不要看，知道意思吗？哦，我是不会想找任何理由跟借口，我是不会说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啦，我是这样就这样的啦 ，OK， 描述这样就这样就这样，我也不想讲了 ，OK， 啊，我会好好深自检讨、反省、努力。哦、我会深耕在出租车方面 ，OK， 把它开到尽善尽美、哦、不然我觉得真的这样绕赛真的不是办法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我会尽量讲啊，你们就尽量听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好，现在就从 Peter 要出去啦。车子怎么感觉好像不会动？旁边的车子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前面这个车友啊，下场前还先跟我拍照哎、欸，是不是？结果你看，我一出去就被他海放。他是不应该跟我拍照，对不对？要我跟他拍照才对，是吗？好。得努力了，哎呦，没办法，哎呦，反打、欸！你看开的有多烂，开反打，他到底会不会开车啊？反打是不可以的，知道吗？应该是一开始出去轮胎还没热了，就想要带很快的弯速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刚才跟他照完相，对，总是不好意思太粗鲁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都有没有？保持一个很良好的距离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哦、一直拼命想要交换线，你会发现，哎呦呦，你看你看，他往里面拉，我就不小心顶到，我不故意的、哦，你们可以回放 哦, 哦，但是我就尽量、哦。我觉得这个走这个最后一个弯，这个不用走很大圈，因为那个速度真的太慢，然后你走很大圈就绕很长的路，感觉应该可以再更短。看我看被全面放掉啊！刹车，转弯，不容易，是不是？稍微接近，是吧？刹车，好，你看，我现在跟他并排，我现在用一点点小技巧，你看，我就不往外拉。我不往外拉的时候，因为它下一个弯是右弯嘛，所以它就要很早就刹车，对吧？不然如果你看到、哦、我往外拉，它这样靠过来，它有可能可以继续占住那些。但是我刚刚就迫使它在很里面这样子，所以它就只能提到刹车走过去。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那、啊、接下来这个路线呢、啊，我觉得都。很值得上去啊，有些都很值得上去。像这个出去，这该其实可以走缓一点，因为不然它这个车速真的蛮慢，真的是蛮慢。不知道是我太重太慢，不会啊，我最近也有减肥啊，还是车子不好，这样也不对啊。那车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我不能怪车子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我没睡吧？还是我太早起？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，你看到、哦、他现在走这个地方啊，唯一我看可能刹车刹比较重，可能是这里，这里可能稍微刹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带一个漂亮的弯出过去，然后剩下这些啊，这右右弯，你看一个右弯再一个右弯，其实都是可以全油门的，就全油门就过去了，因为他现在都在闪车，然后接下来这些都是全油，都是全油。然后我在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我有压一下这个路沿石，我后来我就没有压了。我觉得实际上是不需要压的，是不需要的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，因为它的圆弧其实蛮大的，刹车带一点点就好。然后这个地方也不用刹车，也不用刹车，就是全油门方向盘顾好就好。所以来，我再来讲一次，你看哦，这个我希望你走里面一点，走短一点。你看我越走越短，越走越短，越走越短。然后一样。这样，经过一二弯的时候全油，对吧？
方向盘抓好就好，全部就好。然后上去到这个三号弯，刹车应该一点点就好，其实不用刹太多，刹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刹完车以后赶快补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开这个赛道，好，出租车啦，出租车开这个赛道。然后刚刚那个地方我就说刹车稍微比刚刚三号弯再重一点，因为刚刚是五号弯。接下来这个地方都全油，右右弯都全油，好，都是全油弯过去，这个油都不用收，没有问题，方向盘顾好就好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，我是觉得不用压那个路沿石，有那哐哐哐哐那个地方，因为等一下你会发现呢、啊，我会追到前面有一台车叫做。我们的车友也是有来赛车营的，叫 Aiden， 他体重大概三十几公斤。那你看呢、哦？他有压上去啊，哐哐，然后跟我没压上去啊，我一下就跟上去跟紧，所以现在我就尽量在追前面，就在追他。那方向盘握紧就好，方向盘握紧。这里塞一点点就好，然后其实就可以不用到弯心就可以早点补油了。刚刚三号弯我回想到的心得，就刹车塞一点点就好，然后赶快转转的时候就可以赶快补油了，因为它在上坡。其实它在上坡，你放油门，它车速其实就会降很多。啊，越来越接近了，来右右弯，全油，顾好就全油了，有吗？对吧？顾好就行。越来越接近前面了、哦，你看我是不是觉得，是不是不要压比较好？有没有？前面应该就接近了。对，这就是 A 的。所以你可以好好看啊，他车子也是有点问题。你看他车子也是这样，一直跳，一直抖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我们过弯就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马上要刷卡刷回来，是酷吗？没办法，体重轻就是有这个优势。我决定把他培育为台湾出租车最强的男人，因为他体重最占优势，39公斤。然后他如果又会开的话，哇，我看会超强，真的，没有人追得到他。因为出租车比赛通常都没在配重的，应该就无敌了，应该就无敌。看。他跟我玩得很开心，是吧？好，啊，你等一下看哦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追不到他，因为他的体重真的很轻。来，你看进去的时候，他也还有拉开，你看他就压那个路线，我没压。你看我车子有接近一点点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哦。所以我就说，实际上我觉得，你看连他体重轻，他压，我都会就是吸上他，所以我建议就是不要压，其实可以不要压，可以很顺的出去的。然后这个走这个大西弯应该不用走远，可以走短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撞风跟在他后面，撞风跟在他后面。你看我们有撞风，还稍微比较可以支撑一点，因为他前面撞出一个，他前面替我们撞风嘛，对不对？Go go go。踩进去哦，其实有时候那个出弯的时候，我看到车子的时候，你就要判断就是过弯的半径要不要改变。OK， 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在超前面车，或是前面有慢一圈的车子，或前面有慢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办法预判前车的动态。OK， 好啊，这次我就是走路线给你看，好啊，但是已经结束了 ，OK， 就只好回去了。好了，啊，这个路线呢、啊，各位车友就可以尽量试着看看，啊，尽量试着看看。啊，如果车友啊对开这个啊有任何问题啊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啊，我会尽量的回复你们。OK， 好，
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露营啊，其实需要事先跟力宝赛车场申请哦，所以如果你有要露营需求的，你记得要先事先跟他们申请哦。OK， 好，啊，感谢力宝赛车场的支持哦，那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影片。哦，虽然我开得很烂，你也可以不要看 ，OK， 你也可以觉得老师训爆都可以，随便啊，哦，就这样，好吗？好，拜拜。